严恨翔，你这个处心积虑的家伙，只要我活着一天，你休想跟他抢。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所以，请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不会跟西欢再想任何东西了。 觉得不对，我怎么想都觉得奇怪，这严汉祥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一定是骗人的，不晓得心里又在搞什么鬼。妈，可以了吧？你到底要怀疑汉祥到什么时候？现在他已经不在新生儿啊工作了，也已经开始叫别人爸爸了，你还想要他怎么样呢？汉祥一直是个懂事又有能力的孩子。 从小到大，我只是一味的要求他，从来都没有问过他有没有遇过什么困难。他一直对公司尽心尽力，而我这个做爸爸的，却连一顿饭都没有好好陪他吃过。刚刚听到汉祥叫陈总爸，我觉得好刺耳，好难受。 有事，当然有事。什么事啊？我还没吃甜点。甜点啊？那你要吃什么？就是上次你做给我吃的蛋糕，叫什么？巧多拉的。可是现在这边没有巧克力粉哎。哎呀，就随便啦，反正我现在就是要吃甜点。 什么？又是这个？嗯，你不要小看杯子蛋糕，它装饰起来还是很酷的。看来很简单嘛。我也要，我也要。这个我也会。这个。 我以前是不是也有做过？嗯，你有跟我去游乐园摘过小朋友做这个哦，而且你知道吗？你做的比我做的还是受欢迎哦。真的吗？我有这么厉害？<笑>嗯，你真的厉害啊！以前小朋友都超喜欢你的。还有呢？你再多说一点吗？比方说我们怎么认识的？你不是很讨厌我说以前的事情吗？可是你不是希望我赶快恢复记忆吗？那我当然要好好了解一下我们过去啊。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真的很奇怪哦。我坐在咖啡厅，你就突然跑来跟我讲一大堆韩文，我根本听不懂。然后还跟着我上计程车。后来我们就遇到艾琳，喝咖啡。所以上次你给我看的那条项链，是你爸爸留给你的东西。因为之前怕你走失，所以借你戴的。难怪我把它丢在地上的时候，你会这么生气。这条项链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以前的你是绝对不肯这样。再借给我戴吧。嗯
当初你怕我走失，才把项链借给我戴的。所以现在我的记忆走失了，戴上它，说不定记忆就回来了。自觉脖子空空的，原来是少了他。韩吉，如果可以，真的希望戴上这条项链之后，从此就不要再迷路了。喜欢，一起吃个饭吧。好啊，等我看完这份报表。你最近有跟韩翔联络吗？有啊，我们常常见面的。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用药跟我说什么？好，比如说，上次我们跟陈总吃过饭之后，他还好吧？奶奶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你转告他，不必放在心上。啊，汉翔要结婚了。不知道日子定了没有？公司好像应该派几个代表去参加了。爸，其实是你自己想去参加用的婚礼吧？既然你这么关心佑，为什么不亲自跟他说呢？我知道还有汉翔这个儿子存在的时候，他弟弟已经是个大学生了。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能做得很好，完全不需要我操心。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把事情交代他做了，就算想要关心他，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现在汉翔都要结婚了，我一样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爸爸可以去当 Hyung 的主婚人啊， Hyung 一定会很开心的。可是你奶奶那边，你也知道，她一向讨厌汉翔，一定不会同意的。
么巧啊？巧，巧。喂，什么？车子坏了？那怎么搞的嘛？啊，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叫车回去好了。哎，老夫人，就叫汉祥送你回去好了啦。不用了，我还要到菜场去。哎，好啦好啦，那当然想去啊。是，还可以当你的司机，还可以帮你提东西，很好用哦。真的很好用哎。快去啊，还得。什么？汉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我觉得老夫人真的变了耶。比起上次吃饭来说，她真的比较没有那么排斥汉祥了。真的吗？嗯，我是这么觉得啦。毕竟我跟老夫人还不熟，不知道她心里真正在想什么。你觉得呢？想知道奶奶真正想法，其实不难哦。你有什么方法吗？西凡最近好像很累，瘦了一大圈，所以我想找只鸡帮他补一补。对呀，挑一只好的给我。好，没问题。这只可以吗？毛不光泽，是个老母鸡，肉不肥，脚有力，是个结实的鸡。好，就是它了。多少钱？这只800。啊，800？哎，你去吹。你去称称，这个没有几斤重哎，要800、500就不错了。500不行了，500我赚什么啊？哎，最后退，好了，就算500了。给我绑起来。好好，马上好。没想到价钱可以差这么多。你从来没有跟过那个女人上过赛场，从来没有。你妈那个女人整天在干什么呀？我妈的工作很忙，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要出门，都要到3更半夜才会回来，所以三餐都是我自己打理的。对孩子这么不负责任呢？不是他的错。我知道我妈是想赚更多的钱让我念好一点的学校，所以兼了好几份工作。我不怪她，只是常常很想念她。那个时候不管多累，每天凌晨1点我一定会起床，我想确认一下他有没有安全到家，顺便也趁机关心他一下，因为我怕妈妈这么忙，我怕我连他的样子都记不得了。那他不在家的时候，你都吃些什么呀？
泡面。泡面？因为便宜，而且那是我唯一会煮的东西。老夫人是要送您回饭店吗？我肚子饿了，要吃饭了。好，我知道了。干嘛送我来西焕家？老夫人不是说要吃饭吗？我想应该是想跟西焕吃吧，所以就直接载你过来了。谢谢您今天让我陪您去买东西，还教我杀价的技巧，让我学到很多。您快进去吧，我先回去了。跑那么快干什么？我又没说不要跟你一起吃饭的，自作聪明。艾琳，什么事啊？什么？又被人绑架？歹徒要一亿赎金，不行，我哪有那么多现金啊？怎么没有？就算没有，也要想办法。可是，你叫艾琳跟那批绑匪说，千万不要伤害到汉翔，否则我一毛钱都不会给。艾琳，跟绑匪说，千万不要伤害到佑，否则他们拿不到钱。你先打电话回公司调现金，有多少拿多少出来。剩下不够的，我再来想办法。哎，爸，用他又不是我们普家的人，用公司的钱会不会不太好？你在说什么呀？汉翔平常对你这个弟弟这么好，你怎么可以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说出这种话呢？公司钱不够的话，我台湾还有存款。妈，怎么说也是一条命嘛。奶奶，你不是一直觉得用强抢走我们钱，你不怕他串通绑匪来骗我们钱，说不定一不够还要更多。普希焕，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汉翔才不会这么做了。就算是假的也要付这个钱。这个险我不敢冒。不管怎么样，汉翔即使不幸福，可是他是你的亲哥哥，是你的亲儿子，他身上流着我们楚家的血呀、啊！就算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敢赌。太好了！好什么好？还不快跟艾琳说，钱没有问题了。艾琳，哟，都听到了吧？听到了，听到了，每一句话他都听到了。胡闹！你简直胡闹！喜欢，你怎么可以这样骗我跟奶奶呢？实在太过分。爸，奶奶，你们别生气了。我只是觉得，既然彼此关心，为什么要把这份感情隐藏起来？奶奶刚刚不是也说，不管 Hugh 幸不幸福，他都是我亲哥哥，是爸的亲儿子，流着我们普家的血。奶奶，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讨厌 Hugh 了？是啊，妈，不管怎么样，汉翔总是您的亲孙子。会长，怎么还叫会长？
爸，海翔，对不起，一直以来委屈你了。兄，你很偏心哎。除了爸爸，还有另一个人呢。哈？太好了，兄！你们今天能够参加汉翔跟艾琳的婚礼啊，你看这小两口多高兴啊。老公啊，你怎么还叫老夫人呢？哎，有的脑袋，该叫亲家了。哎呀，亲家亲家亲家。汉翔，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说错了，你的幸福才正要开始。那你也错了，是我们的幸福。行啊，我帮明恩抢的，来，明恩，明恩，给你。你忘记了吗？在你恢复记忆之前，我都只是你家的厨师哦。有必要这么严格吗？好不容易才抢到的。如果你希望我收下的话，那你就赶快恢复记忆啊。对啦，所以啊，明恩现在不需要。我比较需要。好了，明恩，你一定要幸福哦。艾琳，你一定要幸福哦。谢谢大家祝福，谢谢。
然你们并没有在时间内完成任务，所以倒酒第二杯。这次要加了，好，预备备，这次呢一共只有9秒钟，抱歉，预备预备，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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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呢？明恩，明恩，好开心哦，好开心哦。好了好了，你醉了别再喝，走了。哦，不要。走了走了。不要。哎，你干嘛？哎，好好摸，摸一下。走了走了。不要啦，我不要。哎哎，等一下。哎呀，等一下。哎。啊。再摸下去会出事情的。怎么了？汉吉，别说不敢回想起来了，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是真的喜欢你，米恩，我一定要回去台湾找米恩。米恩喜欢汉吉，哈哈哈哈哈哈！知道吗？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不想要失去你，所以我以后一定会听你的话，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不会的，一定不会有万一的，我都还没有告诉你我喜欢你。怎么会舍得就这样跟你分开？汉吉，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太冲动只会让你做尽错的凶。原来用喜欢的爱人是让你以为我不会走开，满足你所有的依赖。蛋糕都做好了，我可以带我女朋友走了。韩吉，想不起你家在哪里，就把这里当作是你的家。想不起你的家人是谁，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啊。所以不要烦，不要害怕。韩吉，你不看到我的戒指，它不见了。明恩，我找到了。没看过这么笨的新娘，不要再弄丢了。以后我不会再帮你找了。你要幸福哦。哈哈哈哈哈哈！你好丑。跟我说对不起啊。
再来一杯哦。不好意思，你在说什么？儿子 ，Yes！ 身为新二企业的第二代接班人，做事情竟然这么不长手，以后公司怎么敢放心交给你？随便啊，我才无所谓。亲哥呀，이쪽은이미해결됐어이차장정신为什么非要跟你们家的人结婚呢？这是我的事，自己找不行吗？当然不行。我不喜欢，不喜欢啊，无聊死了。喂，你干嘛啦？你干嘛啦？帮你拿被子啊。他名字叫米恩，好可爱。啊啊！阿吉，阿吉，阿吉，你怎么了？阿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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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英姐，美英姐，阿吉，你没事吧？立行啊，你没事吧？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啊。嗯？你这笨蛋，一直被欺负，也不懂得放弃。韩吉。昨天晚上，你有唱歌给我听吗？我为什么要唱歌给你听啊？你该不会都想起来了吧？嗯，我全都想起来了。韩吉，你真的都想起来了吗？你想起班头回来想起我了吗？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对不起，米恩，韩吉回来了。米恩，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你不会再想不起我了吧？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以后就算忘记我自己，我也不会忘记你的。还有以后？当然有啊。一个属于我们的以后啊，郑米恩小姐，你现在应该不只是我的厨师了吧？
在这，本部长呢？你忘了，每个星期五本部长上半天班，下午去打工啊。啊？啊，还需要什么呢？你还好意思问呢、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办公室的来电转接不要转到我这里，很烦呢、欸。你是我哥哎、欸，帮我接个电话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我现在明明是圣纳多堡的董事长，为什么要帮你处理 CNR 的事？因为我在忙啊，而且我早就跟爸还有奶奶报备过，你要抱怨就找他们抱怨啦。查了查了吧。喂，胡涵吉，你不要欺负我们家汉翔好不好？他休假就已经够少了。不要妨碍我们约会了。对，韩吉，以后蛋糕店的事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你不要再麻烦他。不行，这样我怎么跟你约会？哎呦，你就赶快把米恩娶回去嘛。对，米恩才不是老婆嘞，是我的宠物。啊？你说我的米恩是宠物啊？是啊，他是我的宠物，是我想尽全力照顾宠爱的人。他很爱很爱哭，只有我能为他擦眼泪。你一定觉得我很烦，对不对？因为我想要这样子吗？因为我不想每次看到你，可是你哭哭啼啼大吼大叫吗？伤心可以用眼泪证明。但是喜欢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证明。我现在才发现自己为什么讨厌你哭，不是觉得你烦，而是舍不得，不想再看到你哭。他很笨，只有我能保护他。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你为了没做错事而道歉。妈，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请你不要告我林杰，也不要怪孩子。或许你认为你的尊严一点都不重要、不值钱，对我却很重要。我一定会守护到你。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你在发高烧，你知不知道？真的吗？我就会偷门。今天谢谢你，听说你照顾我怎么样？任何一个关心你的人，看到你把自己搞成这样，恐怕都笑不出来。虽然早知道你是个笨蛋，可是没想到你会笨到这种地步。对不起。你自己说，这个是你爸留给你的冠军蛋糕吗？郑明恩，我对你太失望了。那个虽然笨，但是对自己重视的东西却很坚持的郑明恩，到哪里去了？我承认我能力就是不够啊，但是能怎么办呢？所以呢，你打算敷衍一个重病的老奶奶吗？因为做不到就干脆放弃吗？只差拉线了。谢谢你，在我难过的时候。一直默默地陪着我，让我知道我并不孤单。是你让我有勇气面对事情，让我有勇气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完成了。让我有勇气再一次相信爱。
老婆要做很多家事，但我的宠物只需要每天被我宠着，为我笑一个就够了。哎，等一下，这些话好熟悉哦，好像曾经在哪里听过哎。哎呀，乐西，他妈妈真是亮。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哎。你不是韩国人，你从哪里来的？我有必要跟你说吗？你可以不要说，你笑一个，我就走开。米恩，他名字叫米恩，好可爱。米恩，米恩，米恩，米恩。你不要一直叫我的名字啦！강아지랑같아그죠강아지요어머봐봐요얼굴도딱강아지얼굴같아맞아还有哎你笑起来很好看你应该要常常笑我干嘛笑给你看米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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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笑一个明乖握手不要一直玩这个啦快点啊啊啊啊啊你怎么了啊没事吧啊啊这是你的专属项圈你愿意让它圈住一辈子吗你不嫁我要嫁了